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些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1800-799-777-38，现场电话1800-799-777-138。咱这个电话原属同事您，阿伯来订正的电话1800-799-777-138。来，咱继续阿宏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批判新闻吼。那么这社会事哈，这个去摩托路，哦，汽车旅馆，啊，带一支这个汽车旅馆的锣，哇，那系啊那，啊，这支锣吼，煞变禁锢哩，哎呦，啊，这锣吼，一定是有这间这个摩托路。摩托路啦吼，汽车旅馆，诶，这个名诶款，伊讲哦，做人诶某，我说实落都分外情啊。来，咱来甲看内容。伫诶这个台北市，有一名沙石业，诶，这头家仔囝诶某啦，对啦，小开啊，小开就是头家囝。那么会某，那么自认婚姻无幸福，就向男一个查甫的啦，诶，这个朋友就咧讲啊，我嫁这个翁哦，实在是有嫁那无嫁啦，啊，每天哦，都搁
甲传东传西，啊，阁无满意，啊，啊，若到迄落个啊吼，好，伊安尼朋友带，着去啉，着去吃安尼呐，三更半暝才转来，哈、啊，我嫁一个翁哦，有哪无个啦，着甲伊一个达波朋友，着咧甲诉苦安尼啦，想袂到两个人。讲啊讲，我煞讲出感情落来啦。可能迄个达波讲，哎呦，实在有影吼，恁翁吼安尼生嘛是袂使啦，对毋对？啊，当恁暗时咧有戏啊，啊，遮尔啊少年，啊，常常踮咧厝诶，啊，等恁翁三更半暝转来，啉甲茫茫醉醉，啊，倒落眠床诶。就一看那死人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唉，你实在有影，真正敢那你咧讲的，有翁啦无翁的啦。我都当讲来讲去，哎呦，你这个某人实在足了解哦，我的这个心理的。唉，那像你安尼哦，我唔知要外好咧安尼，阮翁啦像你安尼唔知外好咧。啊，无影啦！哎呦，你搁啊无食薰、无食酒，吼、哦，啊搁趁钱的，算安尼，安怎拄安怎呢？吼、哦，啊，着咧欣赏啦。啊，当然着抱来啊抱去，啊抱啊抱，啊抱抱的，啊着去旅社呀，就是安尼生的。那么伫个进前，因某开着因翁的这个名牌的这个车，载着小王的。就是伊，甲伊在偷来暗去这个啦，走去算讲摩的路的摩铁啦，哦摩的路，因某在巡山，将到摩的路内面有一支锣啊哩，巡山都举落来，啊放喺车内，哇，啊死唔死的，啊煞袂记的啦，都放喺车内。因翁开车了，发讲：“哎呦，安尼有一支这锣啊，是啥物人？”嗯，我敢若会记，阮某普通咧锣都无一支锣啊哩。哎，啊，这支锣啊是啥个？嘿，落尾一个甲看，哎呦，某某火铁路，嗯，我这车哪有火铁路的这个锣啊？哎，啊，唔，阮某去。走去个人，这个火铁路的头来暗去，啊，留在这个车顶的，啊，好好好，那一声，该死的该死的，怀疑讲的孙阿娘，算讲要做乌龟啊，哦，那么到了后军装，军装因某。真真正正去杀掉你，去一个个因某，啊，甲这个小王的放害家庭啊，因某好人有去讨客兄哩，伊讲哦，只是心情无好，去摩天轮去开讲啦，啊，人咧讲哦，都劈街啊，纯聊天就对了，啊。那么经过警方侦讯了后，已将专案移送法办啦。那么警方调查，这个姓李的生做还阁袂歹安尼啦。哦，这是警方伫咧讲的，你啊，你着知影。记者呐，迄款的啊，大家拢透露你。哦，无咧，阁无咧，迄落吵咧，警察不公开啦，吼、哦，即落拢无话啦，啊，警察嘛是甲你公开啦。那么，甲从事沙石业的这个王姓的因翁，39岁，哦，即拢啊真少年呢，结婚，那么有几年，啊无囡仔就对了。
因翁做军生理，愈做愈大哩，啊，无用气差，常常去国外啊来出差。因某吼，感觉真寂寞无聊哩，所以转去后头厝陪伴，军职退休。而这个因老爸啊，熟悉因老爸啊，陈姓的这个学弟啦。那么当然啦、啊。啊，了就发生婚外情哩，所以吼、哦，人是感情的啦，吼、哦，啊都无聊。好啦，这件咱就讲到这。另外啊，搁一件，吼、哦，这是学生啊，甲老师哦。那么伊这标题是安尼啦，欲火难耐，这个老师啊。这龙狗，这个龙，龙师幼女是学生，虎团啊，这个鹿角啊，鹿角不是虎角，鹿角，鹿体，吼、哦，鹿角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哈、哦。那么这种的这个书标，台北市一个蔡姓的国中。大波老师，啊，甲同学校的这个女学生，啊，在里个交往，在约会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安尼是斟来斟去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手就撒来啊撒去，甚至会顺啊透过来，吼、哦，这个大波老师安怎讲呢？伊讲吼，我约会难耐呐。要求哦，讲叫这个学生哦，都穿这个顶头无穿衫，诶，这个半裸体就对，诶，这个照片给伊啦。但是诶，阵这个出来这个学生哦，穿回去是啥物啊？哎呦，是下面的啦，一段诶，这个照片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一个女学生老母伫进前检查因查某囝手机啊，发觉讲：“哎呦，啊哪有伊个即个露脚安尼呐？吼、哦，啊是传去互啥人个？结果只师生个即个师生恋啊，才来曝光哩。那么台北伫检署个张玉潭出因老师告案。”伊叫强制萎缩啦，那萎缩这个台语唔知要哪翻哦。诶，这个罪，一名二十块，哎，唔是二十块，二十万块，啊来交保了。那么根据了解，该校在这个顶个月二十三日，接获即起性。应该是性侵的这个事件，申请调查案，随即进行了校安的这个通报，并召开性平会啦，可能是这个唔知全名唔知什么样。那么将到蔡老师啊，该停职。过当天嘛，请蔡家蔡到这个，算讲蔡这个学生到这个教评会啊来说明啦。啊，那么当然啦、啊，这个女学生当然由因家长啊代为请假。那么校方认为讲蔡这个老师。无遵守到教师的这个伦理，但是细节是不是讲事实，还佫有待司法啊来调查啦。那么该校的老师就表示了，蔡伫个学校服务十多年啊，教学认真，而且真用心，唔是干那受到学生的这个欢迎呢。也受到家长的这个肯定，
是一名好的这个老师，袂用个磨灭伊对教育的这个贡献。那么鉴定调查，出来担任专任的这个老师，啊，甲被害女学生伫个课堂上，啊来结熟识，双方互留面书，进一步的这个联络。伫个自旧年起，就透过面书，就是来吼、哦。那么定定的孙阿娘伫个联系，但是女学生因老母啊，伫个进前几工啊检查因查某囝的这个手机啊意外才来发觉到。那么蔡老师毋是干那要求因查某囝传这个空照，啊，搁回传下体的这个照片安尼呢？那么辩问了后，才发觉讲因查某囝啊，搁甲老师约会过，甲蔡吼拢安尼亲亲我我、搂搂抱抱安尼呢？那么鉴定勘验勘检。双方手机啊，发觉讲，蔡老师向女学生表示了，我欲火难耐，会用个传裸照给我吗？那么女学生就讲啊啦，因为内拢有记录啊。伊讲哦，伊嘛知影讲伊未满十八岁啦，哦，敢若会当传这个顶半身的裸照给伊安尼啦？啊，你甲想，伊这。查某囡仔知影哩，知影伊还未满十八岁。那么蔡男长得坦诚，主动追求女学生，曾经利用放学的这个时间，甲女学生甲学校附近的这个公园啊散步、开讲。哦，一时阵忍住袂调，啊，甲女学生，哦，啊来揽揽做一下啦，顺耍到亲亲，哦。嘛做一下安尼就对啦，好人有强迫，嘛绝无吼算讲去摸到伊的这个私处的所在啦。那么伊强调，这个相片敢那是收藏啦，尔啦，伊嘛无发布给别人安尼就对啦，吼。那么并且唔知影讲女学生无。啊，未十八，啊，未满十六岁啦。哦，伊即马就咧讲，无比阮十六岁做较重啊。阮十六岁做着较轻啊。那伊即马法律是安尼。那么鉴定将持续追查相片，是毋是讲有外流就对啦？厘清这个性质。所以吼，即马社会就是。开放到安尼，开放到安尼，所以我常常在讲啊，什么军中后这个女兵啊，我较早无啦，较早空落队的才有啦。但即马后女兵啦，学外国、学美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咧什么长官，吼、哦，逼这个女兵，吼、哦。啊，安怎拄安怎？啊，造成性骚扰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就长官甲部属发生到这个算讲，这个暧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出这代志哩。学校嘛是同款啊，较早的时阵，男校就是男校，女校就是女校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落尾啊讲安尼唔好啦，啊，就爱男女合校合班安尼啦。安尼才会趣味啦！你甲看，这拢人变出来的，对唔对啦？这拢法律变出来的，对唔对啦？所以绝对乱的嘛，哪有迄个无乱的理由啦？想人知影，敢那迄个讲，啊，阮哦咧介备纯聊天，敢安尼，是毋是安尼啦？啊，所以我定咧讲。社会国家会出代志，拢是安尼生啦，莫怨叹啦。怨叹就是啥？你若做去用抓到，啊，你都头壳懵的，较忍耐，都是安尼生啦尔。
讲到这结束，其他的树的同这个网络，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阿宏无所不谈，来听一首，我看。这个啥？哦，这个夜空啊，这真久无播放了哈，听看麦，再见，拜拜。它又有什么用，还不是烦恼多一种，还不是有始无终。来匆匆，没想到去也匆匆，昨夜梦瞥见你含情笑容，茫茫夜空，星月无踪，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烟，忘了吧，还是把希望托夜空。想它又有什么用，还不是烦恼多一种，还不是有始无终。来匆匆，没想到去也匆匆，昨夜梦瞥见你含情笑容，漫长夜空，星夜无踪，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烟，忘了吧，还是把希望托夜空。